我们早上好，我是勇哥。这粉条晒的这六个鸡都有十多天了，干了，今天我们来收了。我差不多干了，呕心了。阴干了还是？好。哎，它都晒到大太阳出来哟。对。晓得。我也没上来看，还不得死啊！我这啊，我要给收了，我还有点没出，我好久把银行来出了。你收点得起噻？还是很骄傲的事。哎呀，八九一斤，我感觉比圈子的还要好的。好的啊。啊，圈子的大跟点，像是小跟点。哦。哦，机器儿调的嘛，可以调，可以调大调小的。这小跟点，圈子好多跟点哦。是。虽然我段姐姐今天中午没吃，段姐姐来煮，看看效果怎么样。哎，那问香香，厨房问香香吃的呢，还是可以。要不然那天我煮的嘞，那就是吃粉，饭都不得吃上瘾的，就吃粉。我儿子喜欢就喜欢吃噻。啊、哦。这酸辣粉儿啊。啊、哦。粉这个东西随便冲没得好吃。把这包包给我包住，包住下去。收了零件的那一本儿就差不多了，啊，零件那本儿差不多，很大概一本儿一斤麻子吧，应该。哎，这称出来一斤有好大一本儿。你没称见了吗？从没称来着啊。小本儿的嘛，不是那小本儿的矮的。小本儿。你绑一本儿嘞，看有好重，我再称来着嘞。这样子出做粉条，我们换了一家，要稍微短一点。去年的出了个长店，起码有农场。怎么弄？有几米？没得几两吗？大半两。半两肚皮。半两。半两吗？斤都没得。我放大点的。你手那么也得一大包。啊，一大包差不多一斤。这边快有斤了，称那个有斤没有？称会儿嘛，快称了，坐起称了噻。差不多，感觉有斤了。他们说装粉不要用那个密封的口袋来装，用的香料漏点气还好点。就从麻绳口袋噻，就漏点气噻。不漏气，那时候不漏气，还要省内衣。
走啊。对，反正一等你一辈儿，是吧？就差不多。估计都是。唐人不一不好弄。圈子呢还几把？圈子都还好多好多把算。你没吃好？才。你没吃的。放一点东西，大点东西放一点东西，小的带进不了。姐，那粥都吃不完了。好了。装不到的，还口袋的东西口袋的，家务一洗了，谢谢，那就把车子给你。